的版型跟样式工装感，而且色泽是喜色，薄料夏天穿得住。我穿 XL 的话，他们两个是穿 M 号的 ，M 号的这样的工装裤型，侧面是没口袋，但是有多一个拉环。男生身高180公分的以上的人，体重80公斤以上的人，直接买 XL 啊。M 号 XL 绝对可以 ，M 号 XL 绝对可以穿。2L 需要扭一下，需要扭，所以他有进了那个 XL 的码 ，XL 码应该可以穿到 3L， 对不对？可以，XL 可以穿到 3L， 然后这边都有车缝线，一个手臂，看到吗？然后这里有一个袋子，两边都有袋子，这边有袋子，裤头是松紧的哦。松紧裤头 ，XL 可以穿到 3L，ML 的 XL，XL 你就都可以拿 M 号，然后那个一身一浅 ，XL 就是 2L，好，一身一浅，包色男女款，好，男女款。